接下来请收看《美味新时代》。新的潮流要有新时代的饮食，各菩萨阿弥陀佛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味新时代。素食在现在人的生活中已经逐渐普遍，尤其台湾啊，更是全球吃素人口的数一数二的国家。在健康养生的观念抬头下，各种集合南北口味东西精华的佳肴应有尽有，我们更希望以健康简单当季的食材，让吃素自然融入我们的生活中。就像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给大家的美食之一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看下面精彩的节目吧。今天我要为各位介绍一道老少皆宜的佳肴，叫什么名字呢？叫做白玉坚果，也可以说坚果白玉，你怎么说都可以。好，我们来看看食材有哪些。看这里，这个白色的这白玉，我们知道白玉其实是豆腐脑，豆腐脑大家都知道，哪里都可以买得到。好，首先看看食材有哪些呢？好，豆腐脑，然后这个叫做南瓜子。核桃、青豆仁、腰果、松子，这样大概这样就可以了。其实你要用什么都可以融入在里面。好，再来看看我们配料有哪些呢？调味料在这里，橄榄油、素蚝油、香油，就这么简单。接下来我们来邀请到一位年轻啊，又是很好于素食的一个青年的达人，他叫玉林师兄。阿弥陀佛，欢迎你来试问今天这个菜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美食达人李玉林师兄以做菜当乐趣，厨务经历达八年，现任国内著名素食餐饮工作者。首先呢，我们先将我们的白玉豆腐呢，取上来，然后切成四等份。好，切成四等份。对，是的。那如果我们不会取那个间距的话，我们先从中间先拿，先切一刀。对。好，再来，左右都 OK， 看你的顺序，你的自己的做法。对，这道非常简单又非常好吃哦，对不对？对，是。那我们切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准备起锅。好，起锅去。油在那边哈，好吧。加上他虽然年纪不大，但是非常热衷素食啊，所以这里倒一点橄榄油就好了。会太少一点点，好，再多一点点。对对对，好，那马上他就呈现这道菜，很多人喜欢，老人家也喜欢，年轻人也喜欢，小朋友也喜欢，所以我说，哎呀。这个你要传下去，给让大家更多人知道，一定。所以呢，哈，他今天带来了很多的白玉，好，就是好，我们一块一块的慢慢的放，好，不用等到很热，因为那种，橄榄油不适合温度很高，是的，所以从冷油的时候就可以放，好，慢慢放下去，慢慢的，哎，这样就好哈。把它放下去的时候呢，就把它晃动晃动一下，好，来，要让它粘锅底。对对。然后我们剩下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来把我们的坚果切一切。哎，对，切坚果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拿松子。松子不用切了，这样就好了啦。好，我们切其他的，还啦，对对。切得太细看不到我们的价值啊，对不对？这是腰果。对，腰果就切一下，腰果可以多一点。好，然后我们不要怕人家吃，全部给它切了。好了。对呀，大气一点。对对对，大，这个不用切了。对，这个这个不用切了，那个各子比较小一点。
体积比较小就不用切哈。那对，当然不用切很细，因为这样它一好连在白玉上面吃起来，哇，那个感觉真好，又香，真的是老少咸宜。哎，老少咸宜。但是你想要太老的话，你不可以给他吃坚果，你要改看什么东西啊？比如说他喜欢吃什么，你可以找食物放在上面就好了。对，尤其是老人家爱吃的东西。对对对，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年轻人。非常优秀，所以我非常喜欢他。这样就可以了、哦。这样就可以了，先放一个。好，看我们的豆腐。好好的把它煎好。对，那煎的时候不可以太快的火，太快的火会焦掉，就不像白玉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稍微掀开一个。对，它其实这个白玉本来就是熟的嘛，但是还因为、还没有，让它等一下。好，焦香味比较好吃。对，他真的很棒。他为了学术史，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哦。我觉得真的让我赞叹。这周老师，真的太赞叹了。而且他非常孝顺，每天都上班下班都要一两个小时以上，回去陪他奶奶念佛。哦，这种年纪的时候，我真的非常喜欢他。这个真的是素食就靠你了。素食就靠你了。其实哦，在做菜的时候念佛会最开心，你的菜色呢会越来越做越美味，真的吃的人都会感觉到。我现在每天哦，有只要我做菜的时候，我就会放了阿弥陀佛的佛号，哦，就放着，对，所以过来大家都喜欢你，然后这个每一道菜都是这样，哦，这样可以的，可以了，对对对，因为这本来就熟的，只是煎给让它有一点香气出来就好了，是的，是的，就本来就熟的，啊，刚刚好，刚刚好，不会太焦，哎，这样很棒，也不会太白，对，也不会太白，好，刚刚好，非常的 OK。两块一起可以清楚，哇，你看这个最漂亮，对，很好很好。其实这道菜就这么，这道菜这个白玉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东西耶，下次我再示范一下细致的白玉的龙龙汤，真的非常棒。哎，这样差不多了，因为哈，这个什么佐料都不用，只有酱油啊，只有酱油啊，橄榄油一点点香油提味，这样就很好了。是的，哎，这样 OK 啦，可以，可以的。好，来，我帮你拿，大家一起来，把它盛上来，对，把它排好，哎，对，哎，对，好，非常棒，就这么简单啊，好，好，对，在这里，好，先放着，好。然后呢，酱蔬蚝油，好，大家看清楚，就这么简单，看，一小匙，对，只用淋的方式，对，就像在画图案，对，随意自在就好，对，要多一点点，不然会有时候怕咸度不够，因为我们其他什么佐料都没有，盐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。要先有一点点酱油来提味，对，再来是一点点的橄榄油，也是一样，就淋上去就 OK 了，就橄榄油淋上一点橄榄油，再来我们的香油一点点，增加它的香气味，对，这样就可以了，你看好油亮啊，对，这样就好了，把这坚果通通放下去。爱放多少都可以，对，你要放多少你就看你自己。好，来，那最后呢一个重点点缀，一些青豆的多一点，不要怕啦，对，这好料要多放一点，好食材都要，哎，对，好食材要多放一点，不要，哎呦，不小心，好，那再加上几个这个，随意撒就好，随意撒就好了，那我们旁边稍微擦一下，哎，对，好，这个豆子给它加几颗好了，还有一点，再来几颗，好，松子撒一点，好了，这道菜就完成了。有空你不妨在家里试试看，这么简单，连幼稚园我看都会做，我相信，只是煎的时候要注意而已。
坚果白玉。食材：豆腐脑、南瓜子、核桃、青豆仁、腰果、松子。调味料：橄榄油、素蚝油、香油。做法：一、先将豆腐脑、白玉切成四等份；二、锅中均匀加入橄榄油，慢慢放入豆腐脑，稍微晃动；三、将核桃、腰果、南瓜子及松子等坚果混合切过；四、将豆腐脑翻面，让上下均热；五、将煎好之豆腐脑排于盘中，淋上素蚝油、橄榄油、香油；六、撒上坚果及青豆仁即完成。煎白玉时宜用文火，以免白玉烧焦影响口感。接下来要再为各位介绍的这一道菜叫做步步高升啊！步步高升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这里的食材有哪些。好，在这里非常简单，萝卜糕，好，萝卜糕买现成自己做都可以。然后秋葵，然后这个是枸杞，啊，这样而已，很简单。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哪里呢？它的配料，我这边有 XO 酱，好，然后素蚝油，好，味淋，要拌起来。这样加下去，非常好吃的一道步步高升。紧接着，我们仍然邀请到这个哈玉林师兄来到这里，为我们示范今天的另一道美食，请玉林师兄，请好。啊，丁师兄选的。大的阿弥陀佛，那今天呢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步步高升呢。首先呢，我们先将我们的萝卜糕取上来，然后呢来切片。哎，对，萝卜糕切片，来，给它把它一切六，一切六，对，来，我们先一样，中间一刀，对，啊，我们来取它的平均。哎，对，大概你要切几块都是看你自己啦。对，是的。好，对，而且我们直接就把它排在，因为有人说不讲不吃煎的太油腻，所以我们呢直接哈，就是用蒸的，像蒸萝卜糕，来，这样是比较厚一点，没关系，好看你自己想要多厚多薄，或是多大块小块都可以。好，这样，啊，这个先把它秀一下，不要那么大那么厚，这样比较不好摆啊。好。对，那要均衡啊。这萝卜糕，现在萝卜正是盛产期，啊，也可以自己做，非常的便宜，而且素食萝卜糕做的好吃的也非常多。看你想要自己做，你就自己做。好，哎，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把它平均盘，对，平均好。好，开始把萝卜糕看，把它切好。切片，看你要大片小片就随便你喽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的。那我们今天不就吃那个煎的比较油腻，我们今天是用蒸的啊，蒸的萝卜糕，来放回放在这里，我们就入蒸笼。好，我们先把萝卜糕放到蒸笼里面去蒸，大概蒸十分钟就够了。好，来，因为它本身就熟的嘛，蒸透，热透了就好了。好，没关系。轻轻的，好，你先开始来调。那我们剩下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来调味了。嗨，对，这是素的 XO 酱，这个碗直接调就可以了。好，不用多。好，嗯，好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蚝油，素蚝油一点点。好，不要太多了。好，好了，不要太多了。那素蚝油太多会太黑了。嗯，这个 XO 酱本身就有咸味了。好，再多，哎，好，这样就。可以加一点点的那边的那个冷开水，加一点点的
点开水，加一点点就好了。多一点哈，一个多一点哈，对，好，没关系，这样就 OK 了。啊，这样就很简单，就这样调，这样调味一下就 OK 了。好，因为我们萝卜糕本身咸味不够，所以我用我们的很高级的 XO 酱来调味。那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好，这个先切。对，好，这个秋葵已经穿烫过的哈，切圆的，因为我们要连秋葵一起吃，也可以增加它的美味，也可以增加它的美观，都可以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大概就是这样哈，没关系哈。嗯，好，嗯。OK， 好，可以。那这个应该好，也差不多了。不要蒸太久，好，好，那注意，那要用一个面子，好了，那比较安全，那边有面子，好，要小心，非常的简单的做法，好，好，要非常小心哦，哎，蒸的东西非常小心，好，倒放这里，好，好，我们来把一个手掌淋上去，我想这个。多一点点，因为要靠这个酱加萝卜糕一起吃就非常的好吃，对，浓浓的，不要汤汁太多啊。这 XO 酱非常棒的，这样连萝卜糕一起吃，真的是口味非常的特别啊。好，可以，好，好，好，这样可以，好，好，就这么 ，OK。好，然后让它有夹子拿过来，来夹这个，哎，秋葵，对，秋葵，啊，看你要摆一颗、几颗都可以，再点缀一下嘛，增加美观，而且也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口味加在里面，好，可以，好，可以。再一点枸杞，对，这枸杞放会放不下去，好，让它平一点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那枸杞呢？好，等一下，加上这样弄好，好，把枸杞给你加上去。好，对，或放旁边都可以，不一定要放在正中间。然后旁边也可以调一下，啊，色香味嘛，一定要俱全。来换旁边就可以，好，差不多了哦。好，好，再给就好了。好 ，OK。看看，啊，这一道萝卜糕，步步高升，已经完成了。啊，我们希望大家来，好，一定要回去做做看，好吃又简单。步步高升，食材：萝卜糕、秋葵、枸杞；调味料：素 XO 酱、素蚝油、味淋。做法：一，将萝卜糕取下切片，放入锅中蒸十分钟。二，素蚝油、味淋依序加入 XO 酱中，制成调味酱，可加水调淡。三，将秋葵穿烫切片。四，取出萝卜糕，淋上 XO 调味酱，随后放上秋葵、枸杞即完成。萝卜糕可切约两公分厚，中火蒸十分钟即可。
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礼拜千佛法会，恭请湛山法师主法。日起2月3日，农历正月初三，星期四，上午8点半，地点高雄生命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22123232，0722123232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新逢元宵佳节吉祥日，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供佛斋天暨供送普门品，恭请慧泰法师、湛山法师共同主法。日期2月15日星期二上午9点，地点高雄生命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22123232，0722123232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
那那个乡镇的今天呢，吃吃瓜就弄嘛，啥子吃瓜汤，菜肴嘛嘞，这还叫生冷吃过嘞，这婆婆的，这边村把这云里头除了钢印吧，没了钢印吧，碰碰钢印吧，剩下那点呢，苦茶水果，这把用的用吃过药嘞，用生冷吃过药嘞，这是这边他他们说的，这啥芒子做的吧，鸭子做的吧，这是地锅。用的吧，等我是听蒙古族话的，就开始新疆么的，但是呢，你我们茶路、盖路、这里从路，这里他们现在打打打的也是这边呐，这地坡、地坡、自然地坡，这里用的是这个这里跑跑的，他们现在能怎么办些？比如东莞些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